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神猫，我们来玩，今天来玩 Murder Mystery 2。那我们正式开始吧。这是我第一次录声音的影片，希望大家多多见谅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是神猫，谢谢你们。我们开始吧。然后刚刚因为本来要录影，结果出问题，现在是重录一遍，所以前面没。看到前面部分的人很抱歉，有观众很抱歉。那我们现在从这边开始。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干嘛，都不杀人。今天跟我好友一起玩，希望你们帮我冲到1000位订阅者，我真的很希望有1000位订阅者。就这样，来，我们再玩。到1000位订阅者，真的很感谢你们。如果能到1000位的订阅者的话，然后如果想加我 Roblox 好友的，我等一下影片剪我结尾，我会给你们看我的个人主页，要加自己加，然后也可以加入我的群组。群主的话，我会定期抽 RB， 但是只会抽几个，只会抽几 R 而已，不会到几十 RB。就这样，因为自己不是很有钱，不是能说给就给，有些要像是分东西，像是买一些 Game Pass， 就是给你们自己们。我亲爱的观众们，一个 Game Pass 的讲解，对，所以我该省就省。这个畸形画面，天哪！我是平民，我们来跟拍一下。Roblox 玩家都喜欢这样。杀手是这个小猫咪，但没有想要杀我们的意思，就放过他吧。我们要可怜人家，让他刷一下等级也不错。哎，有一个好友过来。我觉得我要被杀了，完蛋了。如果还有观众想要让我玩其他游戏，在下面留言。我会抽空上片，我会定时的发片，也请你们帮我按赞、加分享、还有订阅，真的很感谢你们，不然这个培根就会哭哭。他们人呢？又要跟我1v1，
结束一句。他这个网路，没到没说。64平米，13%。照理来说，应该10%就会当杀手，有可能也更多。我不知道，有情侣啊！天哪，你们看，这一定是 Timmer。哎，敢 say hello。怎么点了没用？看他们两个，我的眼睛真的要被闪瞎了 ！Oh my god！ 那我们现在没时间，没有很无聊，我们就来问问一下观众们。如果观众们，你们如果在 Murder Mr. 2看到情侣，你们会怎么样？我底下留言。如果同样的加一，下留言下面写加一，在他留言下面写加一。好的。哦，对了，我是越南混血儿，我混台湾，就你懂的。国语没有那么好，多多见谅。现在到底什么状况？要杀不杀的？有可能因为是我长得太可怜吧，没有人想杀这个培根。什么东西？难怪你喜欢长长东西。Oh my god， 这个该捅的就是怪怪的，好怪，该捅，我真的不想看到这个群，我眼睛真的要被闪瞎了。695，700，I'm dead。我来看看他们，喂，我。那大家，我们就先到这边结束啦，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